地质上很高的脚手架的时候，魂都吓飞了。当时给一个房子的侧面画画，7米多高，我爬上了那个3层高的脚手架的时候，脚都在打抖，手也在打抖。我在上面蹲了有10几分钟，才慢慢的站起来。那幅画我画了4、5天，每天都要去克服恐高，现在慢慢习惯了，再高我也受得了了。坚持挑战自我的小马哥，越过一个个难关，登上了美好生活的高地。